九组，脚学会，蔡佳玉。对喽，柯崇光上台鞠躬。好久没来台南了。是啊，上次寒假班要去溪谷玩，唉，真倒霉。都是你害我去医院的，关我什么事？还说不关你的事，你们来评评理，说什么你对海鲜最内行，说看看你点了什么。我想想哦，感觉无锅鱼，嗯，红烧无锅鱼，对，糖醋无锅鱼，还有清蒸无锅鱼，嗯，还有炒，我知道炒无锅鱼，错，是炒青菜，那有。我可不像这家伙那么会吃鱼，一个不小心鱼刺就卡在喉咙里了，就被哦咦哦咦的送到医院去。你怎么那么喜欢无锅鱼呢？没办法，因为我家就是养无锅鱼的嘛。难怪，想想这鱼也真怪，长那么多刺干嘛？人要有志气，鱼要有骨气。不过现在的生物科技不是可以基因改造吗？改你有头啊！人们不应该满足自己的食欲就把动物 DNA 乱改一通。难道你要看到八条腿的鸡？八只鸡的腿？那很正常。葡萄大的西瓜，西瓜大的葡萄。对啊，改出一些怪物就是不对。那你还叫鱼也长刺？就抱怨抱怨而已嘛。不过你也真怪咖，难得到海产业去吃饭，应该点些稀有的海产，像龙虾、鲍鱼之类的嘛。这你就不清楚了，不只是台湾，全球渔业资源就快枯竭了。除了气候异常、工业污染之外，人类的滥捕也是很重要的原因。这我懂，钓不到就网的，网不到就电，电不到就毒的。抓大鱼，煎来吃；中鱼，煮来吃；小鱼，炸来吃。鱼北鼻，拉一歪，真好吃。真是物尽其用，这叫赶尽杀绝。所以我们人类要多吃一些养殖鱼类，这样才能让海洋有喘息的机会。更何况无锅鱼早也不再是无锅鱼了。这话什么意思？经过台湾养殖户的多年努力，如今无锅鱼已经更名为台湾鲷，品质好到甚至外销日本当生鱼片了。所以说养殖给阳光的鱼品质一定比野生鱼好，是吗？那倒未必，其实要满足大家的胃，又要保育原生鱼类，怎么做是个两难的抉择啊！啊，就是这本什么？你们忘了吗？生物老师曾说过这本《For Fish》人与海的两种未来。书中除了提到四种重要鱼类之外，也在提醒我们应该要在养殖、保育以及鱼种选择上面临到的问题与冲突。那就从我最爱吃的鲑鱼开始说吧。听说美国和加拿大是有一种野生鲑鱼专区，这是我们台湾所没有的。要是能搭飞机去一饱口福就好。关于这个，我有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就坏消息吧。几十年来，有许多的鲑鱼品种，比如野生帝王鲑，都毕业了。毕业？是从哈佛还是剑桥呢？不，他们都从人生毕业了。而且招生名额只会更少，不会更多，这是一种人为的少子化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已经从世界上消失了。怎么可能？我还常在 Discovery 频道上看到很多很肥的鲑鱼啊。那些说不定都是外流的养殖鲑鱼，这可是会污染基因库的。不只是鲑鱼，其他的鱼类都一样，到最后你就没有鱼可以吃了。不，我要吃鱼啊！那你来说看好消息。养殖鲑鱼也不是一无是处，只要用合成的海草饲料喂食，就能够降低鲑鱼体内的毒性，像多氯联苯之类的。最近我亲戚送我一些鲔鱼罐头，我也想知道他们是如何捞捕和制成食品的。你可有心理准备？人们屠杀野生鲔鱼是很残忍的。不用担心，我心脏很强的。人们总是开着大型商船，在鲔鱼生存的海域上等候，利用大型渔网将它们一网打尽。非洲有血钻石，日本也有可怕的血寿司，只是换成了鲔鱼的血。难怪之前看到一篇报道，上面说着全世界的鲔鱼已经快速锐减。嗯，书中提到的另外两种鱼，鲈鱼还有鳕鱼，也开始出现滥捕的趋势，恐怕前途也不乐观。没错，无论是鲑鱼、鲔鱼、鲈鱼还是鳕鱼，现在看来或许只是美食危机。等到不久的将来，恐怕已变成国际粮食危机啊！啊，有那么严重吗？是啊，人类也应该想想解决之道了，这也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啊。对了，
其实我们台湾也有很重要的四种鱼呢。哪四种？有我家的台湾鲷吗？没错，再加上我们熟知的虱目鱼、屏东的石斑鱼、澎湖的海泥鱼，这四种鱼的养殖技术，我们台湾可是独步全球呢。鳗鱼呢？你是不是漏掉了？其实台湾昔日有鳗鱼王国的名称，可惜近日来环境污染，造成鳗苗锐减。我们有技术，却没得养。说得好，我们人类必须保育环境，减少滥捕，这样海洋资源才能永续经营。因此，这本书除了提到世界重要的经济鱼类之外，也在提醒我们应该要对周边的环境有更多的认识才行。没错。对了，我妈说待会活动结束后一起到我家吃饭吧。哈？又是乌龟大餐？保证不是，是台湾鲷。蔡佳玉、杜怡柔、柯崇光下台鞠躬。提问，你们把这本书里面介绍的两种未来谈得相当的清楚。我很好奇的就是你们提到了一个概念，这就是用人工的方式改变物种，会制造出许多的怪物。请问你一下，制造出许多的怪物有什么不好？比如说，它会造成。就譬如说，美国的某种改良的鲑鱼，它会让这种鲑鱼的不能生殖，因为避免其他厂商夺取它的技术。然后如果外流到海里的话，就导致海里的后代也不能生殖。这就是一种怪物的产生，所以就会污染基因库。OK。我记得你们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八只脚的动物。八只脚的动物有什么不好？那个是我们相声里面桥段而已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